行，你把鞋盒拆了，一手一只鞋拿回宿舍，然后走路上都把你当怪物一样看着。你买水果，你总不可能一个一个的我给你拿，就算你拿书包也不太方便，还得回去一趟，来来回回跑三趟。然后你买隐私物品，隐私物品真的是不能拆啊。对，要是隐私物品的话，就不应该拆。人家不愿意拆嘛，只能给学校打电话让学校解决。如果有学生把盒子拿走了怎么办？罚钱了，老板罚钱，一次3000块。老板已经吃了好几个盒子零食品 APP 等你下载。